是柱阳鼻的连接。操作时注意要遮挡客人的鼻子和眼睛，以防刺激。开始操作。第二个探头开始操作，喷羊鼻。在操作前，先要摘入产品。操作中注意要遮挡鼻子和眼睛，以防刺激眼睛。操作前先要往后面拉。产品注完后，往前面一直按，纯氧吸收。可以演示给你看一遍，后面，前面。第三步，用柱阳鼻。操作前，先在脸上涂抹产品。